2024香港最新民俗恐怖片7月返归，因为过于含蓄的政治隐喻，导致很多观众在看完后都一头雾水。而我也是在看了好几遍之后，又结合部分影评才稍微明白了一点点。后面会有大篇幅的详细解析，纯属个人观点，请勿当真。友情提示：看过原片后再来看解说，可能会更容易理解。现在开始进入剧情解说部分。这个漂亮女人名叫林怡，曾是某剧团的知名花旦，虽然获奖无数，但还是难逃家庭主妇的悲惨命运。自从被丈夫抛弃后，她就独自承担起照顾儿子的重担。儿子阿荣天生 阴阳眼，总能看到一些脏东西，因此成为了同学眼中的怪胎。阿荣不以为然，可林怡却因长时间的异样眼光被折磨成了半个精神病人。为了不让儿子再看到那些脏东西，他便找到大师给阿荣封印天眼，没想到对方却是个以坑蒙拐骗为生的江湖骗子。本着标本兼治的职业操守，他将阿荣按在地上一顿毒打。果然这招才是最奏效的法术。从那之后，阿荣就再也没说过见鬼之事。很显然，这就是他为了免受皮肉之苦的脱身之计。虽然阿荣嘴上不说，但林怡还是觉察出了异样。为了感受阿荣见鬼的恐惧心理，林怡便找到大师帮自己开天眼，而对方的做法也是超级简单，就是让女人脱光衣服占点小便宜。没多久，林怡就彻底变成了疯婆子，见人就说自己拥有了阴阳眼，甚至还逼迫阿荣喝下毒药水和自己一起死。还好舅舅及时赶来，阿荣才摆脱了这个精神分裂的母亲。事后舅舅将阿荣带到加拿大生活，转眼时间来到20年后，此时的阿荣已长大成人，可这晚他却突然收到了香港老家打来的电话，对方说林怡生命危在旦夕，希望他能赶快回来一趟。阿荣下意识地向后看去，发现母亲就坐在后面死死地盯着自己，然后大嘴一张，露出了半截残缺舌头。阿荣被吓得瘫倒在地，下一秒母亲就消失不见。阿荣以为这是他思念母亲所产生的幻觉，也没当回事。为了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，第二天他就坐上了飞往香港的航班。这是阿荣出国多年第一次回家，因为那些不堪回首的童年经历，阿荣似乎并不喜欢这里。但对他来说，最值得庆幸的就是自从出国后，自己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些脏东西，所以这次回来他也没有丝毫厌恶感。医生说林怡在家中烧炭自杀，还好社区工作人员及时发现，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却一直昏迷不醒。他认为是病人灵魂出窍，找不到回家的路，才会出现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。但具体什么时候能醒，就得看他的生存欲望，意思就是他想活就能早点醒，不想活就永远醒不了。其实这些话就为后面林怡的死埋下伏笔。如果死后的世界对他来说一片美好祥和，他又怎会回到人间饱受苦难呢？所以说，即使他回光返照，那也是鬼魂在作祟，或者是有什么阴谋。除此之外，阿荣还得知了一个离奇怪事，那就是母亲被警察救出来时，舌头已被剪断。这和阿荣之前看到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，那说明他之前看到的应该就是妈妈的鬼魂，也就是说他的阴阳眼并没有消失，而是他假意视而不见。为了寻找母亲自杀的原因，阿荣只得回到多年未归的老房子，可道路两侧烧香祭拜的住户却让重回故里的亲切感荡然无存，因为再过几天就是7月15鬼节。其实这也不是最要命的，因为楼道里阴冷和怪异才更加瘆人，先是蓬头垢面的精神病大姐，接着又是抱着纸扎汽车独自玩耍的小男孩，再加上楼道里的死寂和几束晦气的白雏菊，看着眼前的不祥之物，阿荣直接将其扔在了地上。可对门的胖叔却好似捡到了宝贝一样，整齐地摆放在自家门口，看来此人也并非一个正常之人。阿荣打开门刚要进去，刚才独自玩耍的小男孩就好像进自己家一样冲了进去，并且还无拘无束地玩了起来，说明小男孩和林怡应该很熟悉。这时阿荣也看到了母亲自杀所用的煤炭和剪刀，小男孩临走前将心爱的纸扎汽车送给阿荣。阿荣本不想收下这种死人玩意，无奈男孩过于热情，他也只得勉强收下。男孩离开后，阿荣便开始收拾行李，却无意间从衣柜里找到了一沓信件，这些全是林怡寄给阿荣的，可是却全都因查无此人而被退了回来，说明林怡一直都惦记着儿子，他希望和儿子团聚，尽享天伦之乐。除此之外，里面还有一张未寄出的红色信件，奇怪的是收信人却是706的林怡，而林怡现住606，那706的林怡又是谁呢？阿荣只当是母亲精神病发作随便写的东西，也就没有多想，随后便拿起儿时玩具端详了起来，却突然听到楼上一阵阴阳怪气的鬼叫。为了掩盖这种嘈杂声，阿荣打开了电视机助眠，可闷热的气候根本无法安心睡下，于是他就想打开窗帘透透气，结果却看到了住户磕头祭拜的诡异画面。因为太过晦气，阿荣直接缩了回去。为了稍微凉快点，阿荣又打开了上铺的小窗户，却发现邻居胖叔正站在那里傻笑，身上还耷拉着一只黑鬼手。下一秒，身后的黑影就向阿荣冲了过来，而这个黑影就是阿荣小时候在家中看到的脏东西。等他再看时，胖叔已消失不见，阿荣只得瑟瑟地关上窗户，等待天亮。然而天刚亮，警方就来到了这里，原来是邻居胖叔昨晚上吊死在了家中，而且舌头也被剪刀剪掉了半截。对此，阿荣很是纳闷，既然想上吊自杀，为何还要多此一举割舌而亡呢？想到有着同样惨状的母亲，阿荣认为这并非死者人为，而是有某种邪祟在背后作怪，而这个邪祟很可能就是昨晚见到的黑影。虽然死者疑点重重，可警方却不管不顾，而是直接将其定性为一起自杀案。原来这栋老楼里除了林怡和胖叔外，还曾发生过多起这种割舌自杀案。就在阿荣愣怔之时，被抬出的胖叔尸体却一把抓住阿荣，阿荣害怕不已，赶紧将其甩开。可胖叔明明死去，又怎会起死回生呢？由此可见，阿荣现在看到的就是胖叔的鬼魂，因为儿时见鬼的恐怖经历，阿荣再次选择视而不见，随后便来到楼下遛弯，正好见到了以纸扎为生的老邻居钟叔。钟叔因为手里有活走不开，便让阿荣帮忙把纸扎书包带到自己对面的摊位去，而这个纸扎书包就是钟叔专门为某人定制。阿荣闲来无事就带了过去，在这里他看到了各种逼真的纸扎道具。这时钟神走了出来，他一眼就认出了阿荣，说着就聊起了阿荣小时候的事。没多久，钟叔也赶了过来，他招呼阿荣过来选些东西以备之需。阿荣以为钟叔在开玩笑，也没当回事，因为母亲还有最后一口气，所以根本不需要。殊不知他早已掉进了这些邪恶之人的陷阱。看着这里各式各样的纸扎，阿荣突然想到小男孩送的纸扎玩具车，钟叔表示那是自己送给他的玩具。虽然这些死人玩意比较晦气，但对于一个孤独小孩来讲，有玩具总比没玩具要好得多，所以那个纸扎书包应该也是给男孩准备。钟叔还提醒阿荣不要接近小男孩，具体什么原因并没有说明，总之一句就是为阿荣好，也为大家好。阿荣没有继续追问，便转身回了家，可是电梯却停留在7楼，没了反应。透过监控，他看见小男孩正害怕地躲避着什么。虽然钟叔不让阿荣接近男孩，但是人命关天，他也顾不上那么多，直接爬楼梯跑到了7楼。看到男孩身上的伤口，阿荣便将其带回家中清洗包扎，同时男孩也将自己的离奇遭遇说了出来。原来他也是天生阴阳眼之人，今天本想乘电梯到6楼，可电梯却从1楼直接飙到了7楼。等电梯门再打开时，一群鬼小孩却出现在眼前。男孩害怕不已，就想关上电梯门离开这里，可电梯门就是关不上，自己还被突然出现的鬼脸吓倒在地。听到这些，阿荣便将自己的经验分享了出来。他说只要假装看不见那些东西，等长大了自然就会看不见。可男孩却说自己并不是害怕他们，而是担心自己会死。据说凡是去过7楼的人都会死，那个胖叔就是去过7楼后死的。阿荣觉得这是巧合，根本不足为奇。而这就是男孩第一次向他求救。就在这时，男孩的母亲找了过来，可男孩却说女人并非母亲，只是像母亲而已。阿荣没有继续追问，便将男孩交给了女人。可男孩却一脸无奈，并不想和女人离开。你觉得这个女人是人还是鬼呢？结尾将会告诉你答案。晚上，阿荣洗澡时突然听到阵阵哭泣声，凑近一听，竟是隔壁小男孩的声音。这是男孩第2次向他求救。这时门外又传来敲门声，阿荣以为男孩的声音是自己的幻听，就来到门前开门。透过猫眼，他看到了一位推销员，可是打开门后却没了人影。然而没多久，敲门声再次传来，阿荣以为是推销员，气愤不已。没想到竟是邻居钟叔钟婶老两口。老两口表面上是给阿荣送大补汤，其实是想打听阿荣的阴阳眼。阿荣表示自己根本就没见过鬼，那都是小时候的胡言乱语。但老两口还是从阿荣的紧张表情里看出了端倪，可是他们并没有当场揭穿，而是转身离开了这里。由此可见，这两人肯定不是啥好人。这时阿荣也拿起勺子喝了起来，果然是大补汤，刚喝两口就飘飘欲仙。你说是大补汤自带大补呢，还是自带迷药呢？这一夜阿荣安安稳稳地睡了整整一宿。为了找到母亲割舌的真相，阿荣找到了社区工作人员，对方表示这栋楼自带邪气，以前就曾发生过多起这类割舌自杀案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性，就是死前都去过7楼。而灵异在出事前也去过7楼，可7楼根本就无人居住，那灵异去7楼做什么呢？结合小男孩的见鬼经历和自己从楼上听到的异响，阿荣觉得母亲会割舌自杀应该也是和邪祟有关，于是他就决定到7楼一探究竟。没想到却正好遇到了准备回家的钟婶，他看到阿荣要去7楼一脸嫌弃，甚至还叮嘱他不要多管闲事，不要打扰人家。阿荣作为新时代热血青年，当然不信这一套，他毅然决然地来到了7楼。然而这里的真实场景却让他大吃一惊，因为这里并非社区人员所说的无人居住，而是一片歌舞升平的热闹景象，其中就有小男孩的母亲。原来这个女人竟是个水性杨花之人，看着她那充满诱惑的眼神，阿荣转身来到了706房。这时一阵小孩哭声又从不远处传来，阿荣循声过去查看，结果却看到了无数小手掌。他焦急地四处寻找救援人员，没想到下一秒四周就变成诡异红色，同时自己也被困在了死胡同里。就在这孤立无援的恐惧时刻，对面又走来一个穿着戏服的女人。虽然她与母亲甚似相似，但这种环境下还是让她无法接受。随着对方的越来越近，阿荣的精神也几近崩溃。还好女人并没有伤害他，而是帮他打开了这扇阴间之门。阿荣一口气跑回了自己房间。这时他突然想到母亲寄给706的那封信，为了揭晓刚才女戏子的真实身份，阿荣颤颤巍巍地打开信封，可里面除了一把钥匙并无他物，而这把钥匙很可能就是706的钥匙。但此时的阿荣早已被吓破胆，只得担惊受怕地度过这个不眠之夜。第二天，阿荣找到警察和社区工作者，并将自己在7楼的见闻说了出来。他本想让警察解救那些被困的小孩，却无意间在疯女人身后看到了恐怖黑影，结果下一秒他就跳楼自杀，死在了眼前。看着疯女人手里的半截舌头，围观居民却露出了满意一笑。很显然，这些人也被邪祟蛊惑。想到7楼的求救小孩，阿荣担心怪事再次上演，便让警察到7楼查看一番。可保安却表示7楼已经封闭多年。根本不可能有活人。无奈警察办案，他也只得重启七楼电梯。既然七楼电梯一直是封闭状态，那阿荣昨晚乘坐的电梯又是怎么回事呢？难不成是坐上了鬼电梯去了阴间一趟吗？所有人都被吓出了一身冷汗。然而电梯到达七楼时，呈现眼前的却是两堵坚实水泥墙。阿荣坚信昨晚看到了热闹场景和小孩求救，但现实摆在眼前，又有谁会相信他呢？可是他和小男孩都曾去过七楼，并且全都看到过一些恐怖景象，为何真实的七楼却是这样呢？那就说明他们两人看到的是阴间鬼楼，而这个阴间鬼楼只有阴阳眼的人才能看到，所以说阿荣看到的全是阴间的场景。这也就说明现实中的男孩母亲和灵姨都已死去，如果后面继续露脸的话，那就是他们的魂魄。农历7月13这晚阴风阵阵，女人也画上了精美妆容，家中还摆满了各种纸扎，其中就有阿荣第一次见到的纸扎书包。男孩玩着纸扎飞机，女人却不闻不问，显然这并非一个正常的母亲，这也和男孩之前所说相吻合，说女人像母亲但不是母亲，因为人和鬼长相虽一样，但想法却不一样，真人母亲对儿子是真爱，而鬼母亲对儿子却全是害。看到时间差不多，女人便让男孩去扔垃圾。就在男孩丢掉垃圾准备回家时，那群小鬼却再次出现，并引诱男孩一起玩游戏。与此同时，阿荣再次听到了求救声，他循声来到楼下，正好碰见先前的推销员。面对男人的喋喋不休，急于救人的阿荣直接将他推倒在地，没想到一把剪刀却从男人身上掉了下来。其实这个推销员也是个鬼，只是一个还没有割舌的鬼。阿荣以为是人，没有理会，转身来到了其他地方。顺着求救声，他看到了一个小女孩。就在阿荣准备上前询问时，小女孩却突然在眼前自燃。此时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阴阳眼已恢复正常，其实并不是那些年他看不见鬼，而是鬼没有找过他，让他产生了错觉，误以为自己没了阴阳眼。就在阿荣战战兢兢往家跑时，和鬼玩耍的小男孩却突然叫住了他。他说那些东西太真实，自己已经很努力的装作看不见，可他们为何还要来找自己呢？对此阿荣也无言以对，因为有些东西并非你视而不见就真的可以看不见。阿荣看到男孩和小鬼玩耍，一眼也不敢多看，闭着眼就扎进了自己房间。而这一夜注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，一直等到天亮，阿荣才出了家门。他先是来到男孩家里寻找男孩，却不知男孩早已被昨晚的小鬼们抓走。虽然男孩没找到，但他却看到了一把和母亲信封里完全一样的鬼钥匙，而这也再次验证了男孩母亲和阿荣母亲已经去了阴间，而这把钥匙就是他们通往阴间的钥匙。就在这时，男孩母亲来到身边引诱阿荣，自知不妙，只得快速离开。这时钟叔跟小男孩正好过来，可男孩看到阿荣后却显得很害怕，反而和钟叔很是亲近。看来男孩已被昨晚的小鬼夺舍。钟叔说今天是个大日子，要阿荣过来帮忙。阿荣听后一脸震惊，还没来得及做出回答，就被告知母亲醒了过来。母子多年未见，喜极而泣，却不知此时的母亲就是一个害人鬼。她在这个大日子醒来，就是要带着阿荣一起参加鬼返晚会。所有人都为灵姨的归来高兴不已。这时钟叔再次给阿荣端来了秘制大补汤，灵姨也一个劲的对钟叔表示感谢。就此，人鬼勾结残害亲儿子的戏份也正式开始。看着其他人的高酒杯，阿荣好奇的小抿一口，没想到世界瞬间就清静了很多。同时，那些死去的邻居也出现在眼前，他们正在举杯庆祝，疯狂吃席。原来阿荣正在和一群鬼共进晚餐。这时终审宣布时辰已到，那些没有割舌的鬼们纷纷拿起剪刀开始割舌，随后又虔诚的举起膜拜。灵姨见状催促阿荣也赶紧割舌，因为只有这样母子才会永远在一起。阿荣作为一个正常人，当然不愿意在晚会上大闹特闹。这时女人也带着重磅人物走了过来，小男孩被五花大绑，好似死尸一般。原来他的血水早已顺着管道流进了酒杯，变成了这些人的酒水。钟叔和男孩母亲却笑容满面的看着一切。由此可见，男孩家中的纸扎品也全都是钟叔和男孩母亲联盟的杰作，就是让男孩变成他们的终极献祭品。阿荣无法容忍这些禽兽行为，努力挣脱束缚，想要上前解救男孩，没想到药效发作，直接晕了过去。等他再醒来时，已来到家中，母亲也恢复了年轻时的容貌，身边还坐着一个漂亮妻子。妻子说在这里你听不见也看不到，只要不多管闲事，就会一家平安喜乐。阿荣觉得不可思议，起身就要离开，却发现房间变成了纸扎房。他震惊的向后退去，穿破纸门跑了出来，上面标注的正是706房，而这个纸扎房就是阿荣第一次在终审那见到的那个模型房，同时也是母亲在阴间的房间号。而母亲为了阿荣能和自己团聚，竟然还给他提前选了个未来儿媳。原来这一切都是母亲在死前和钟叔等人密谋好的陷阱，只等着阿荣归来自投罗网。因为冲出了那个纸扎鬼屋，阿荣也从幻境中清醒了过来，而原本高朋满座的地方也变成了烧纸现场。随着那些纸扎道具的焚烧，那些鬼魂也全都回到了那个美好的阴间世界，只留下钟叔、钟婶、阿荣三人。这时钟叔也拿着剪刀走了过来，意思就是只要完成割舌仪式，就能重新回到那个美好的虚幻世界。还好阿荣并没有那样做，操起剪刀就插进了钟叔身体。就这样，钟叔被迫去了那个美好世界，因为他才是所有悲剧的万恶之源。阿荣赶紧跑过去帮小男孩松绑，可他早就因失血过多变成了一具死尸。而阿荣在阴间鬼7楼看到的求救小手，其实就是曾经被钟叔等人献祭的无辜孩童。阿荣抱着男孩的尸体发出阵阵苦笑，因为这个人鬼勾结的社会已经没了将来，自己虽然有嘴有眼有脑，就算知道真相，就算想拯救世界，但最后也只能装聋作哑。做个不能多管闲事的新时代行尸走肉。七月返归一语双关，表面意思是阿荣七月重返家园，重返母亲怀抱，实则是鬼节前夕人鬼共度割舌仪式的归返晚会，可以说是一部别具香港特色的政治恐怖片。戏与母亲的言外之意不言而喻，导演之意不在鬼，在乎令人深思的社会现状，而现实往往比电影更恐怖。曾经的家早已不堪，想要活下去只能半盲割舌，共饮下一代的血，换取更好的将来。而结尾的烟火声，对于有些人是庆祝，对于有些人却是丧钟。一个以中枢终审为首的邪教组织，他们人鬼勾结，以愿意割舌安分守己就能拥有一个美好生活为座右铭，蛊惑那些愿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和鬼作为忠实信徒。而那些试图揭秘真相的年轻人，则必须经过特殊仪式，强制完成割舌和邪魔同流合污，吸取下一代的新鲜血水，从而生活在虚拟的美好幻想中。请问，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热血青年，活在这样一个人鬼联盟的现实社会里，你会做何选择呢？或许做人做鬼都已不重要，因为被操控才是我们最终的宿命。